那中元节就是个人的禁忌是，就是晚上避免出门嘛，然后在天黑前回家嘛。那还有就是不在晚上剪指甲，那还有就是尽量避免到海边去戏水嘛，因为台风可能比较多。然后所以中元也不是因为中元节特别啦，然后我觉得因为台湾这个时间都进入台湾那个台风季嘛，所以可能会比较危险。如果你开车不看后照镜的话，那我觉得你可能会被警察开罚单，因为你可能归宿的瞬间你可能也没有办法很了解知道后面的车况，但是开车还是要注意安全，后照镜还是要看，好不好？注意安全。我不知道是巧合还是怎样，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刚好我要坐电梯去地下室开车。对，因为我记得我印象中地下室这个停车场是在 B3， 所以我进去电梯之后我按 B3， 可是他没办法按，就很奇怪，他就把门关起来，就直接带我上了九楼，然后九楼门一打开，就是我想说可能是有人按电梯嘛，结果门一打开就是再出去看都没人，这时候 B3 就可以按了，然后就门又关起来，他就带我下去 B3 了。我讲完了，但是有点凉凉的，因为我觉得有点很奇怪，为什么刚刚那边 B3 不能按，可是到九楼之后 B3 就可以按了，就是很奇怪的感觉，对。